What's going on? What's going on?你的瑞瑞翻白眼哦，是这个根据网络调查说呢，每一位女性至少要有一位瑞瑞的闺蜜，因为她们又了解男人也了解女人，对，所以可以给你很多这个中肯的建议，当然有时候是比较毒一点啦，但她们绝对不说假话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她们可能看人今天穿说丑死了，你今天这么丑，怎么了？对，然后女生可能说，哦，真的吗？哦，说对啊，你怎么？她可能就关心你，她就会告诉她，对，她会告诉你怎么穿搭，用什么化妆品，然后你真的不适合穿这样，可以糯米肠吗？哈，之类的。所以今天我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一个军团。今天你打扮的就是，哎呦，有一种瑞瑞界的教父，有一点这种感觉哦，是的，还晒着古铜色，有点古铜色，然后对，我们今天请来一个军团，我后来发现他们里面有一些跟我撞衫了哦，果然你懂，所以要介绍他们。我们今天史上最强的瑞瑞军团，欢迎你们。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怎么了？就是我们要站起来一下啊，对呼对呼，还有对呼啊，不可能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少女时代。我带姐妹们来出团了。他们在讲的时候，我们很开心。你快疯了，是不是？不，我没有想到会是少女时代，我也没想到会是什么什么超人之类的。对，没有想到是少女时代是你们的梦想是吗？谁是杰西卡？杰西卡是我吗？你先抢，先抢。杰西卡不是退出了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快退出。我就是想，其实想看像阿 Ken 跟那个看齐。哦，因为在《西游记》的那个 MV 里面是有女装，我想说对，比我还要这样子。所以你人生的那个就志向就是要拿一个鹅啊在脸上。好吧，我承认，其实我是他们派出来的卧底。是，所以今天要聊的就要靠你们了，好不好？就是有什么任何意见都可以来这个给我们一些批评，随时说哈。真的，所以要问大学生，你常因为一些小事惹怒身旁的瑞瑞姐妹而浑然不知吗？哦，让他们翻白眼了。对，好，第一排的凤梨，你说，哦，什么事？就弄他们头发。就是他们很爱美，就是他们看他们现在要抓好好的，然后就会用刘海，就这样把它弄乱，然后他们就会，哎呦，你不要弄我的刘海，真的，萨库拉有人敢这样动你的头发？我会先给他一拳，只有一拳吗？你的拳感觉也是好像叫粉拳，一巴掌吧，我想不是，因为他们都是用不是碰一下，他们要把我们毁坏，他们没有，他不怀好心，因为他可能觉得我们比他漂亮。今天是争奇斗艳的，是不是？好，另外何美，只要不小心碰到他们，说妈，我对你是过敏，不要碰我。哦，是对你而已。不是，我在哪一个朋友是这样子的？会这样子吗？被女生碰到会吗？对，是过敏。像凤梨，他常常每次跟我打招呼的时候，都用你知道下面来跟我打招呼。因为他整个人是比较豪迈的，所以他会一直开胯。然后我说：“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对海鲜过敏。”好，很开咯哈，老王，你说老王，他就是 Queen， 一定要马上回复他讲的每一句话，不可以一点点不仔细听哦，不能分心，对，真的就是 Jocelyn 写的，不仔细听。我跟他是同一个，然后他很夸张，他之前我们在学校，然后他跟我讲什么话，我没有仔细听，他就会一边讲电话一边走掉，然后走超快，然后。我追他，他都不理我，就超生气。然后回家说，我跟你讲话都不仔细听。你看这个会不会可以总结说，他们其实有一点爱生气呢？对，脾气不好会不会？阿弟姑，重点是就是我每次都说什么，我要跟你们说，然后就大家就是在做自己的事，然后就后来就大家就说，哎，你要说什么？我生气干嘛？好白眼，怎么好白眼？然后我在你们面前，然后你们一开始不听，然后后来就说，哎好，我们回过神了。你气到你是宿醉是不是？你怎么就在吼啊？昨天喝多少？可能过敏。不然就是讲话太多过敏。太好美
请问是韵翔吗？啊，不是啊，韵翔说的是什么？说他可爱。就是有时候那种朋友啊，就是我会说哇，你好可爱，但是我是漂亮好吗？那就很 care 这个点，被赞美也不行。说可爱不行，听漂亮。哦，喜欢听漂亮。凯凯，你说，那你喜欢听什么？我也是啊，我就是喜欢听一些辣妹啊什么的，因为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就是需要一些成熟的韵味，不要再用可爱形容我们了。赞美的这个不到位还不行，真的。好，上华，什么叫正常不正常？就是有时候聊天的时候，然后可能我们在讲关于跟异性恋，就是说哦，我们做这件事情很正常啊，然后我们就是普通人啊，然后他们就会翻白眼说，所以我们是不正常吗？哎，这个，我觉得是要让观念正确，真的不能这样讲。我觉得是你们不要讲正常不正常，你们可以用不一样。哦，对，我们是不一样特别，对不对？就是没有分正常不正常。果然是蔡依林的那些门徒，对啊，一样又。不要又怎样？是不是很好？你真的深得他们的心。我了解，我了解。你好厉害！所以你们自己看看他们的板子，你们觉得哪些真的是很过分的，或是哪些其实还好？你们阿迪古要讲话。剪短发。剪短发。哪一个？秀慧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以前，我们班之前有一个人，就是把头发剪到这，他两天不跟他讲话。他觉得很生气，为什么别人对啊？我每次po文跟女生拍照，然后就大家都在下面留说什么，你的朋友真的超美超正，然后就每个都是长发飘逸，然后可以做很多造型，然后就是剪短发，就是有的就是不知道自己的脸型，然后还硬要剪短发，我就觉得很生气啊！就是你剪短发脸那么大，你还硬要剪短发，他长头发很好啊，而且可能是我自己一个人这样长发小癖好，就是跟女生们这样。所以那你觉得纳豆哥这个发型适合他吗？两秒钟，还 OK， 可以就是跳个那个丛林。傻库拉的脸很臭哎，为什么？我觉得他管太多了。对，终于有人管太多了。人家留什么头发关你屁事？我要说，少女时代，他们刚刚还没开始录的时候就大吵架，还叫他回家。没有，不是叫他吵什么？请他离开的是他，是他。而且因为刚刚进来的时候，凯凯一看到他就说：“你染什么头发？”对呀，骚哎。不是周小玉啊，西小怪也是啊。没有，因为我是他们的姐姐，所以他们不敢碰。不是。头发，他都白头发染黑，好不好？他是什么年纪了？明明就没刘海，硬要这边不知道在甩什么头发，看又来了。啊，所以少女团体真的会不合啦，好不好？大概很多细节是互相不欣赏的。是。好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的热热朋友来控诉这个女生的一些行为哦。首先第一个控诉是什么呢？我真的没有想看你的裸体，好吗？面前脱关关吗？检查。请问一下，映如你没有？没有，因为我觉得裸体这种事情，合理。因为裸体这种事情，我觉得他们毕竟还是一个男生呐，即使他们的行为怎么像女生，都是有一个。对一个反应的，对，哦，你是这么认为？对，就你是这么认为，所以你不脱。但是像林娇，你是会脱？我觉得就是还蛮正常的，可是我是觉得就是傻哭啦比较奇怪吧，因为他都会分享一些就他自己男朋友的。这是真的，今天啊，今天我们会录200分钟，只能播20分钟，然后一直内容不够，因为。在九成都不能播，很厉害的照片，你的意思？就是我们有自己的群组，她很爱传一些，就是她男朋友的，跟我们分享上半身。又讲没有，上半身都有。局部特征没有，就全身。全身。我觉得这比我的裸好。我要帮你说话，像我的朋友。他们都会在我家换衣服，我们喜欢找，因为我很怕孤独，所以我就会找别人来我住我家这样。然后他们就觉得我们是姐妹，很放，然后他们就会脱光什么的。然后我跟你讲，可是他你知道，他就说，哎，看我，一转身我整个气炸，因为我就说，小姐不好意思，有在卖黑糖糕吗？那这点凤梨是不是你？是莉莉啦，我不是说那个是不是你？我说是不是？是莉莉啊，莉莉啊，对，她就是她也自己也很奇怪啊。她说不想要看你们裸体，然后还会自己就是我们可能在绑头发，她突然从后面这样掐爆了，呜什么呜啊？不是说不想看吗？还摸，就是想要测一下那个重量，觉得。
都有一点就开始在思考说你们人生是不是要转方向，对不对？好久没吃黑糖糕了。请问一下上华，你也是这样吗？就很长，就是在他们面前，就是比如他们在打电脑没事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就会穿内衣裤在他面前晃来晃去，然后有时候被他看到会说，哎，你那个芋头色的内裤可不可以换掉？就是很长，就是会批评你身上穿的什么内衣内裤也要管。对，等一下这个我要讲，像我们像跟老王他们就是出去玩，然后我们就是女生都是穿内衣裤，然后在房间就大家就走来走去，我也是就是穿一个泳裤在房间走来走去。可重点是你们的毛修一下，这边这边修一下，屁股下垂提一下好吗？夹紧。所以老王现在有就是注意自己的仪容吗？我没有把门锁起来，可是他硬闯进来，然后还要说快看快看我一大包。没有，是卖槟榔吗？大家都超尴尬的。不是啊，就他们内裤可能就穿那什么丝啊，就是蕾丝的，然后就破掉啊，然后就一定要躺在床上拍照或什么的。哎 ，OK， 看你们 OK， 可是真的就是你们知道，女生要盯一下，就是做一下样子，还是要线条稍微盯一下。他们就看女生，也要看到女生美的一面，不要松垮垮。可是说真的，就是说在你们看到女生身体，尤其他们把你们就是当好姐妹这样脱光光的时候，其实那个感觉是什么？就是会觉得这个身体很奇怪嘛？玉哲也都没讲话。是不会奇怪啦，就是因为有些女生真的是好朋友，然后可能就是住在一起或者是怎么样的，他们就会硬要把内衣脱掉，就是要露，那就是露两颗给你看，然后就是没有这个必要啦。可是就有时候看到真的会就是想要尖叫，每次都这样子，因为很爱一直这样，这样子就会受不了。哦，就干嘛故意要这样子？对啊，富贵逼人的感觉。就是故意的。那所以你们底线到底在哪里 ，Scott？底线了，长叹一口气。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之前去跟朋友去潜龟唱歌，他喝醉了，他就叫我陪他去上厕所，他就腿张开说，哎，差点喷到我哎。性感又舞对决，七小瓜尺度破表狂放大决。你会觉得瑞瑞舞蹈比你们跳的还要性感呢？因为我是比较帅的，然后七小瓜他是比较媚，他是有点妖孽。其实我们有准备一个舞蹈美姬，要看谁比较帅。上面的七小瓜就已经获得了胜利。你现在是在刺激他们多露一点啊！我之前去跟朋友去潜龟唱歌，他喝醉了，他就叫我陪他去上厕所，他就腿张开说：“哎，你可以过来帮我看我尿了吗？”差点喷到我哎！他差点喷到我，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底线在哪里，因为我觉得看过那个已经很极限了，应该没有底线了，没有底线了，没有底线，没有底线了。是不是还有人会帮其他那个女生朋友换卫生用？七小瓜哦，不是，因为我朋友他们就是可能逛街的时候，就是哎我那个来，然后说那你可以帮我就是去拿卫生棉，然后帮我换，因为他们有一次他可能手不方便。可是因为我真的不敢，然后我就是我真的没办法。其实我还是会怕，因为其实我们虽然是姐妹，但是我们还是没办法这么的。就这构造，当然对你来讲是造成困扰。我会，因为我对海鲜过敏啊。小玉呢？我讲也是逛街经验，就是大家知道现在一种宠物很流行，叫做蜜袋鼯，就是小小只的。然后有一天就跟我一个一奶姐妹走在路上，然后我就听到她的就是乳沟里面发出叫声，就是有人奇怪叫说啊，她说啊那个啊小蜜要吃饭，你帮我抓一下，然后就把我的手从她乳沟这样伸进去，然后把她那只蜜袋鼯抓出来。我觉得女生的身体也太奇妙了，那边可以养宠物哎，对啊，只抓出一个头，你就看那个头露在乳沟那边，然后他就从口袋拿出那个小小的管子在那边喂食。我们在路上逛街，小姐，他在那边逛，然后就这样，哎，来吃哦，来乖，然后好乖哦，然后就把它塞回去。啊，哦，所以很惊吓。对啊，女生身体好奥妙哦。如果真的就这么，而且女生是像你们讲，那动作很夸张，还故意压你们或吓你们，你们通常反应是什么？萨库拉，我会说，哎，好恶哦。然后有些有我有一个女生朋友，她会就是。我们就是他有时候会住我家，然后可是他就是晚上的时候都就是要跟我借衣服穿，然后我就看他，我说哎，你是不是没穿胸罩啊？他说对啊，怎么了？你看是 pink pink， 哦 ，pink pink， 哦。
但是受不了就对了。对，我就说哦，真的很恶。你什么时候要出轨？因为反正福利很多。其实福利真的蛮多的，因为刚刚他们在烦恼这些事情，对我们来讲都不是烦恼。对呀，是一个奖赏吗？是，对他们来说，好，这是第一个 complain。嗯嗯，还有接下来下一个，谁要 complain 啊？谢小瓜，性感舞蹈不要问我，我们会的，你们真的学不来。好，会不会觉得瑞瑞舞蹈比你们跳的还要性感呢？全叉。哎，何美，对，因为他们感觉散发出来一个强势的一个台风，就是从骨子里贱出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骨子里就是个贱人。他们那边没什么笑容啊。你才贱，你自己注意一点哦。你自己注意一点哦。他们并没有把你这个当成玩笑话 ，OK？ 生气哦，不好笑。你的定位才贱出来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全部大家都打圈，只有秀慧你打叉哦。你觉得？因为他没有在我面前跳过什么舞，他可能想要现场秀一段。哦，你认识的是阿迪古，他生气，他生气。阿迪古生气了。阿迪古不是舞蹈挂的，就对了。你不会跳舞，你跳舞没有烧劲儿。没有，因为平常就是我们都是舞痴，所以平常就是都不会跳舞，就是没事的话就不会做啊。但是其实我是看这几个应该都会跳，都按了圈。对，对啊。对啊，凤玲怎么甘拜下风啊？没有，其实因为我是比较帅的，然后西小光他是比较媚，他是有点妖孽，对。那我每次都叫他教我眼神，教我眼神来 Q 一下。眼神怎么弄？是因为我们去吃饭，他们就会看影片，我们会讨论舞蹈影片，他就会说，哎，这个超性感，要不要教我？可是我们正在吃意大利面，怎么可能会放下来然后就跳呢？然后他就硬要叫我教，我就说那就是一个眼神的部分，然后我就开始教一些服务生，然后来勾引一下。哦，所以是眼神最重要，对，眼神很重要。哇，但确实也是跟何美讲，这个从灵魂里面散发出来，对不对 ？Lucia， 你也觉得是？对，因为就是他们身材超好，然后每次他们都会练一点点腹肌，就女生练腹肌其实是很难的，然后他们就是会扭的时候就是有一个 wave 的感觉，然后凯龙超强。不过这个还是要问一下我们这边的瑞瑞君，少女时代，就是说他们既然你们这么会跳这些性感舞蹈，那为什么不愿意交女生朋友呢？为什么会被这句话惹恼？小玉，不是，我觉得就是你知道，投资理财有赚有赔，你必须要清楚你自己身心灵的那个。身心灵适合哪一条路线？对，你需要清楚你身心，因为很多人这样问的，通常他可能已经就是舞痴了，那我可能就要从头带起，我要从就是律动，然后各种就是 wave 开始教，那很浪费我时间啊。就除非啊，你给我钟点费，我可以。对，就是如果你给我钟点费的话，我 OK， 要费用。对，不然的话就是，如果你真的很厉害啊，那我建议你直接去就是拜师学艺就好了，就不用来就是。不要来烦你们。对，因为你们都已经出道成军这么多年了。是啊，很 busy。是，好，那凤梨跟 Lily 来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来 PK 啊，性感哦，好不好？其实我们有准备一个舞蹈，我们一起要看谁比较帅。来。太多了，好烦哦，还给我插一支台
台词，见人就是矫情。来，三位在中间，来来来，皇后，不好意思，两位突然之间变成伴舞的，对，看到没有？哇，哇，真的，我觉得跳的真的很厉害。但是你知道，有时候主持节目久，就站起来就想说，现在到底是哪一个年代？就往这边看，女生好帅，然后往那边看，怎么这么狐媚的感觉？是啊，哎，就舞蹈部分，舞蹈专家，来 ，CUG 团长，我比较喜欢的是那个，就是劈腿炸弹。炸弹，炸弹，这一般男生弹棒这样下去爆掉吧？不会啦，因为我藏的蛮好的。哇塞！而且我觉得西小瓜很有舞台经验，他刚刚其实有踩到沙，对，但他立刻就把它解决，没有慌乱。舞台上的狠角色，哎，你觉得他们刚刚就是比较那个，就是摇的部分，真的有输给西小瓜吗？我觉得真的在于服装上面的西小瓜就已经获得了胜利了。哇塞，露那么多！其实这个一个服装上面来讲，就可以看出他的心理企图心，知道吗？企图心。那两位今天可能想说啊，遇到的是西小瓜，哎，你看反而就把裤子遮起来，包起来，对，包起来。你看是在刺激他们多露一点。我们准备两件小短裤，你们也可以换一下。是，所以其实真的，如果要比性感的话，是不是我们现在来就比就这一项比性感？比性感，眼神好不好？眼神、态度啊，还有肢体。好 ，music 一下，谁先？凤梨先啊，凤梨来一下哦。哦，凤梨不能太帅哦，要有女生的性感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哇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很臭，有腥味，走开，走开。小瓜来，哎呦，眼神性感，三字腿又开又合，错乱，谁到那里？你究竟要喜欢哪边呢？来，掌声鼓励！你不会看紧吗？先投票，你们觉得谁最性感？然后请问一下 Ken 哥，此刻的压力好大哦。而且刚刚我已经分。瑞瑞姐妹从军去，部队表演也能耍性感。当兵有没有很开心啊？我在里面其实是女神，就是因为还是就是以女装为主，因为长官喜欢就是看我去表演，慰劳一些老人，其他人要跟着一起穿，就是我会逼他们一次当我的 dancer。那个洗澡啊，洗了三分钟战斗澡，你会不会洗三次？没有，叫家里寄肥皂给他。没有，现在都用沐浴乳了。Sorry， 我要丢整罐过去，没有人要捡。请问一下 Ken 哥，此刻的压力好大哦，而且刚刚我已经分不出来，就喜欢跟讨厌。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了，现在哦，对，好复杂的感觉，对，似乎有一种觉得说这哎、欸、这不应该是我喜欢的啊，但是这身体却很老实，看不起，怎么会这样？哦，这是你的菜吗，小瓜？是都可以啦，因为我是看感觉的。这么不挑啊？差不多。其实我没有谈过很多恋爱，所以没关系。哦，我们可以试着交往。开玩笑的，对不起，开玩笑的啦。对，这集怎么会录成这样？不会啊，我觉得照自己身体的感觉走嘛。有啊，因为我认识，其实有认识很多朋友，他们是一开始本来是男生女生，就哎到最后他选择了男生，其实是有的，身旁朋友其实有这样。所以你未来也是这样。所以我不会。目前为止，目前好不好？我们看当一面倒，西小瓜高票当选贱人。所以我很矫情，谢谢。恭喜西小瓜。最性感的，我们要请大家来讲一下梦梦，为什么？我觉得这是眼神关系，因为那女生在跳的时候是在瞪人很近那种，可是西小瓜在跳的时候是妩媚，在勾引别人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哦，雅莎你觉得？而且我觉得她那个腿，她那个这样开合，性感。那
双字腿。女生有可能关节没那么好。哦，关节就是体格好，弹性佳，对不对？眼神也是很撩人。小芝，你输给小瓜哎。没有，可是我觉得 Ray Ray 的对我都很反感，就是刚刚像第一题，比如说翻白眼，我觉得我一讲话 Ray Ray 就翻白眼了，就是并不是这样。然后我觉得他很撩人，是因为我觉得他连鞋子都。很心机，这样 bling bling 的。对呀、啊，这是你自己加工的还是？没有，就是昨天我还特地找凤梨陪我一起去买的。哦，就是因为想要找新的，因为就是很久没有上节目，退伍的时候就是有点走下坡。当太久的冰喉结都出来了啦，不行。在里面阳刚味太重。但是他们找这个鞋，我好想问你，当兵有没有很开心啊？对啊，其实我真的没有，就是大家都会问我说，哎，你在里面应该过得，黑人哥也有问，说你在里面过得应该很爽，可是我都被呛，他们都被什么？被呛？被呛？被呛？哦，因为我在里面其实是女神，就是因为我还是就是以女装为主，因为长官喜欢就是看我去表演，慰劳一些老人，然后就是我们要做爱心，所以阿北就想要看辣妹，然后我们就只好穿女装，然后穿了以后那些就是学长们就会不爽，他就觉得为什么要来这边还要穿女装这样？因为其他人要跟着一起穿，就是我会逼他们一起当我的 dancer。原来如此，当兵还要穿女装，烦不烦？洗澡啊，洗了三分钟战斗澡，你会不会洗三十分钟？没有，那时候的确有这个问题，但是因为我都跟长官先就是超好感情，叫家里寄肥皂给他。没有没有没有，现在都用沐浴乳了。Sorry， 我要丢整罐过去，没有人要捡。哎呀，开玩笑的啦。你要聊多开？好啦，我们在那边掌声，谢谢小瓜的性感。谢谢。好的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这边要再来控诉我们女大生有些行为会让我们翻白眼的是什么？爱跟又爱闹，还要我照顾，我们不是你的保姆。哦，会不会常常要吵着你的瑞瑞的姐妹带你出去玩？比如说像一些瑞瑞的酒吧啊。真的吗 ，Lucia？ 你会？会，因为就是之前就听说 gay bar 很多帅哥，然后身材又很好，然后我们女生就是出去玩，这样就不会有危险。然后我就请凯凯带我去，然后他就到了那边之后，他就直接就开始出去玩，把我一个人丢在包厢。然后我就想说 ，OK， 没关系，我顾包包。然后在那边就超无聊，然后过了半小时，我 line 他完全不回，玩开了，就整个变隐形人呢、啊。凯凯。没有，真的要解释，因为大家都把 gay bar 想成嘉年华会，可是我们去那边真的就是有一些求偶的本能，我们是要去狩猎的。我们就是姐妹那时候反而会成为我们的包袱，所以那一天就是我在那边就舞池那边搔首弄姿，可是手机在叮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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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我就会觉得哦，天哪，就是左右为难，对对对对，因为去那边就奔放了嘛，对不对？老王有相同的经验。他逼迫我们去，然后我们一到就用酒一直把我们灌醉，然后自己就跑走，然后我们真的受不了，因为那边真的 gay 太多，而且他还把整个把我同学举起来哦，掉下来的时候差点摔死，然后我们就要赶快走，结果事后他回来大生气，他说我们怎么可以丢下他先走，可是他根本不管我们。是谁？就是你吗？阿迪固，是。干嘛摔人家朋友？我们就办那个，我们就想说期末派对，然后他们就也想要看看男生的肉体，他们就觉得就是会迷那种胸肌啊，身材非常好的那种。然后我同学就说，哎，隔壁桌男生很帅，就想要跟他跳舞，就那男生就拒绝他，然后就找了他的朋友来跟我朋友跳舞，就是可能太兴奋，就把我朋友就举起来，就是这样骑这样，然后我朋友瞎眼，然后他们就，因为他们可能还没醉，就是微醺这样子，然后他们就。一直有一个阴影，然后后来我就去跟我其他朋友打招呼，回来全部不见，全部丢下，我就站在那边，然后我隔壁桌朋友他们就说，哎，你的同学们全部都走了，然后我就才两点，我就一个人站在那边。是不是你们会玩很开？有没有会玩什么？有什么招或一定会发生的什么场面？跟女生玩吗？就是我们都其实他们。其实我很少去，但是当我去的时候，都是我朋友在上面表演，我就去，会泼水，就是我们会泼酒啊，然后泼到满身都是，然后他们就会你都会穿白色的透明这样吗？没有，因为我身材没有这么棒，我都穿很漂亮。什么？我还以为你要开始谦虚了呢。漂亮，
开玩笑的啦，我要被讨厌。女生去夜店都会比我，就去 gay bar 都会比我们还玩的疯，因为都是男生，可是因为男生可能不会对他们有特别有意思，或者是可能侵犯他们。对，那所以就是基本上女生就是去里面就一定是喝开，然后就到处乱贴乱跳，这样就一定都比我们还疯。那你们会欢迎直男去 gay bar 吗？欢迎，可以啊，很多。当然，我的朋友都会邀请我带他去，我都会不好意思，因为我怕他看到我另外一面。有偶像包袱哎，太疯！如果就是这些姐妹们每天吵着你们说带我去玩，带我去玩，你心里的 OS 是什么？小玉，不是，我觉得你们要认清的概念就是你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，好吗？对，好严肃。你是你说要我带你去，然后钱也是你付的，然后人也是你来的，那我在那边就不管你，但不是我的问题啊，对啊，你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，凭什么我要就是为你的就是这个晚上的开心负责？严肃了，严肃，不就付我钱吗？充免费？对不起，傻过来家庭。Scott， 你呢？如果有人要求你，就说带我去玩。我之前都有带他们去，不过到最后他们都觉得，哎，怎么都没有人搭讪我？他就使出一个绝招，他就把内衣脱掉往上举，这样说谁要来搭讪我？但是还是没有人理他。对，就到最后我都不带他们去了，就我宁愿自己在那边喝醉，因为跟他们去我自己都没办法喝醉。就顾他们，对啊，就你自己的欢乐会被打断。对，因为我出去就是要喝醉，就喝醉才可以回家。你到底有什么烦恼？喝多醉，看到酒就会受不了。哦，那问大学生，假如是你喝醉了，你觉得他们有义务要照顾你们吗？圈叉，凤梨圈，他们自己要玩啊，还要照顾你啊？不行啊，你们带我们去，我们长那么漂亮，会你知道？不是没有啦。不是，我们放他们喝醉，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地方，很安全呐、啊，没有人要剪他们啊。那边都是会拿剪刀剪你头发。剪你们，凯凯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因为他们就是很爱穿得很漂亮，想要跟我们抢行情，可是 come on， 那边不是你们的世界，认清事实。玩错地方了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雅莎。你觉得他们应该照顾你？因为我觉得就是朋友之间互相照顾，而且你是男生，再怎么说你还是带一根跟我们不一样的东西。什么？我以为我是女生呢、欸。你错了，雅莎。好，我错，我错。我但是如果他们女生，他们比较姐妹会互相照顾，可是因为他们却被他们玩太开心。不是因为我们不能去正常夜店啊，我们去他们，如果今天我们去也找不到人啊，我们跟谁玩？可以啊，你们来被打。他们也是这样啊，就只是颠倒。你们来会被打。对啊，保全直接不让我们进去，然后我就觉得好委屈。如果你这同行的女生朋友喝醉了，你们会怎么办？开口介绍好姐妹，说话小心勿踩地雷。大家是怎么样介绍你的瑞瑞好友的嘞？我会先说啊。等一下啊，我们介绍一个姐姐给你认识。她明明就比我老。你看，这个老妹一个，还是介绍。所以这些介绍方法，有没有哪一个是 OK？ 第一个就开口说，哎，她是 gay， 我是秀慧小姐。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。你知道，瑞瑞不代表我们就是女神。这是酷老人叫瑞瑞。大家好。啊？哦，两个字不太一样。那女生朋友喝醉了，你们会怎么办？喝烂醉那种，小玉。不是，因为我觉得我喜欢，我真的不喝酒啦。那可是我兴趣就会静静看别人受伤，就是他们就会在那边，就是可能喝烂醉，然后开始发酒疯，因为没有人要理他，只好灌醉自己。然后我就觉得，哦，天哪，好有趣哦！总算看到他发酒疯，然后就赶紧把抄下来笔记，然后一之后吵一番后就可以拿来耻笑他们。因为我不喝酒，所以我就是去 bar， 然后去就是酒店的理由都是这样子。傻姑啦，傻姑啦，怎么了？傻姑啦，他真的就是一定是真的问题。这样好啊，就不会有人找我带他去。哦，至少他是静静的观察。对，我不会去动他啦，我不会动他。看别人笑话啊，这样是要不得哎。哎，但他我就是提醒他们，下次不可以这样子，就让别人看笑话，太可怜了。对啊，有没有碰过很会吐的？有，就之前我们就是朋友生日，就大家一起去喝酒，而且就是只是去那种普通的可能酒吧，还不是那种正式的夜店的那种。然后就后来就女生就会通常都会去那种夜生活，就希望可以带男生回家啊。然后就开始就是要开始喝，然后就说哎不会，我很会喝，我真的很会喝。然后就开始要喝，一直喝一直喝，跟消防栓一样，就一直吐一直吐，整自己吐。我们也身上也是，他这样，大法师一直狂吐，他就一这样一直暴吐，日暴吐，但是还是要顾啊，就他还是女生。那你美丽的衣服怎么办？就是
嗯，对，人很美，本质够好。那詹成玉呢？你也照顾过喝醉的姐妹？有一次我朋友是在夜店，然后喝醉，然后就一直到处乱抱不认识的人，然后就很丢脸，然后又到处一直吐，一直吐，吐了人家门口都是，然后我就赶快把他带回家，因为太丢脸。然后带回他家之后还背他上四楼，哎，那好好哦，我觉得瑞瑞很好哎，因为他有女生温柔的心，但他又有男生的体格，可以把你背上楼，对不对？所以请你们多多关照啦，好，这些是。我不会说多多关照，我看到他们一票大概有三四个是同时这样，哎，有那个起伏，你知道吗？遭受过，真的好和美。我没有去过夜店和 gay bar， 但是我听我的瑞瑞好朋友说，只要在 gay bar 音乐一响起，大家就很有默契的跳起排舞，是真的吗？真的吗 ？Muji， 蔡依林或者是教主的音乐，萧亚轩对之类的。新年快乐！掌声鼓励！新年快乐！这很恐怖哎！我的天哪！这是一个集体催眠的行为，他们只要听到那个音符，咚就起来了，然后就开始入戏了，入到那个哲学系的小玉自己已经开始要脱衣服的感觉。对对对！你刚刚怎么了？忘情的奔到前面。不是，这就是舞池啊！你在上面就是要疯到不像人形啊！你在上面肢解自己。哇，那西小瓜会不会生气？他是他最往前，不会不会，因为一耶，因为其实我去。如果有去玩的话，我都会尽量给他们，因为就是他们真的也没有地方抢不了你的，不是表演，就是我也不会去抢他们。哦，因为他们哦，他们都是在 bar 里面，正式的舞台，他们比较在 bar 可以放轻松，那我们可能还可以在节目上放肆的。可是有一次我也是去 gay bar， 然后就西小怪有去，他是自己走上台大跳舞。我的朋友是舞者，都是蔡琳那一群，然后他们都会邀请我一起，然后我就好吧，那就委屈跳一下这样。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我现在没有人找我表演。急需工作。但刚他们团体突然就这样一字排开这样，其实那个是就是一个默契吗？还是试一下？有时候也会到某个人家练习。其实，在路上我们可能在听到路上音乐就一起开心跳这样。对啊，在街上这样子。就超开心，凯凯，你找到了会就是发流一些时事潮流，比如说上一届就是阿妹啊，然后现在就是蔡依林一出专辑，我们很忙很忙，就是哦，真的很忙哎，我们就是比考公职还辛苦，因为蔡依林的歌一首一首推出，我呸啊，然后那个对，梅杜莎，I'm not yours，对，很忙，很忙，然后你要定制一些衣服啊什么的，所以这就是我觉得为什么女生喜欢跟瑞瑞玩的原因，他们好可爱，真的没有压力。好，但是你们还有最后一个行为是要控诉我们女生的，好，会让我们翻白眼的行为，对不对？我又没出柜，凭什么这样介绍我？大家是怎么样介绍你的瑞瑞好友的嘞？惹到他们不开心了。Lily， 你写说她是你姐姐。对，我就会就是都会先说哦，等一下我介绍一个姐姐给你认识，然后就她说哈姐姐，对，她是我姐姐啊，她明明就比我老。你看这个老妹一个还在介绍。所以这些介绍方法有没有哪一个是不 OK 的？你们觉得？那个第一个就开口说，哎，她是 gay， 我觉得秀慧小姐，请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，这样不好，不能这样讲。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要。就是
以这样的方式来跟大家做朋友。如果你想要跟我做朋友，是喜欢我这个人，而不是去喜欢，就是会因为我喜欢的东西，对。那我怕有些人可能还是没办法接受或什么，那我们也没有很就是摆明说我就是老娘就是这样子，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就是其实介绍说哦他是我朋友什么就好了。对对对。还有那种可能有的时候会说哎几男几女，可能我们这边五个女生三个男生，然后他们就会说不对不对，我们是六个女生两个男生这样子。哦，这样也不行。对，就直接就把我们认定是女生哎。我长这样，我是男的，只是你知道，瑞瑞不代表我们就是女生。但是 Sakura， 你这样认为吗？我当然这样认为啊，我是女生。啊？哦，两个是不太一样，不太一样，要看人了。对啊。哦，看人，所以其实这样像他们这样介绍，我觉得如果熟一点的讲，是不是跟就是就还 OK？ 对，就 OK。还啊，可是我还是不太接受我们的朋友会是这样介绍，就最好还是讲朋友就好了，对，不要再去多做一些。因为我刚刚说我在当兵，就是他就是有这样介绍我，就是学弟进来，然后他就说，哎，这边是我们最大的学长小瓜，然后他是 gay 这样，然后我就说，哎，我不是 gay， 我是女生，我只是被迫要来当兵，好不好？被迫来当兵，对啊，我是不兵制的，直接说。你就说你直接是花木兰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带木兰军啊，带服从军。后面演最后的时候，我长官就让我演一个花木兰这样，好开心。真的啦。那问小玉好了，小玉还有哪些话就是那样讲不 OK？ 就是介绍的时候，就是千万不要问我们说，就是譬如说我们有可能在一起之类，那不要问说谁当男生谁当女生。对，不是有个很重要，就是因为我们是男生，那我们喜欢同性才叫同性恋啊。如果我们喜欢，就是还分男生女生，我们怎么会是同性恋呢？今天还有真正最后一个是会让你们翻白眼的行为，失恋吵架都找我，你当我是客服吗？哦，女生是不是习惯找瑞瑞分享心事？圈叉，你觉得你不会？是通常都是他们就是找我们就是讲心事比较多哦，是哦，对，我都是，你反而是被咨询的，对对对 ，OK， 那但是哎 ，Lily 会，就是我们会被他骂，被对方骂，就是因为我们就说跟我男朋友怎么样不好，然后他说你们就是坏啊，你们要让男朋友啊，你看啊，菜就没了，对，那不然是站在男朋友那边，对，他站在男朋友那边，还是说那不然这个礼拜我先帮。好吧，直接重来啊！气死！男朋友那边，对，他站在男朋友那边，还是说那不然这个礼拜我先帮你照顾男朋友好了，好吧？直接重来啊！气死！很贱的是他还会说，就是可能就说，哎，你男朋友好帅哦，可不可以我生日的时候帮我脱他内裤，送我当生日礼物？我说哈，合理吗？他说当然合理啊。还有一件而已，一件。他要求我们交作业啊，交作业，交作业，照片。他叫我们骗照片，叫我们骗照片，就是他喜欢的一个男生，交友都会异性恋，他喜欢的一个异性恋，然后说，哎，你帮我去弄一下这个男生，然后利用我们的照片，然后去跟那个男生聊天，然后聊到照片，然后我是不会用你的，因为我都用郭雪芙的。上网截别人的那种胸部的图啊，然后一半，然后传给人家，然后真的就要到很多张。他说给我五分钟，然后就要到。他们真的很厉害，天哪，他们山西天才，他们真的是话术都很懂就对了。那是凯凯吗？那是谁？他是说的是对啊，他说他姑妈吧。少来你们这些妖孽！对，但是当你们真的很伤心的时候，听到瑞瑞这么。这一针见血的话，其实会不会更受伤？圈叉，有没有这样受伤过的？自己被劝的时候 ，Jocelyn， 有。而且我那个瑞瑞朋友，我跟他讲到后面，他都会做自己的事。我就喂，我跟你讲话，你有在听吗？他说哦，我有在听啊。然后我就说那我刚刚讲什么？哦，然后他就在讲我十分钟前在讲的东西。我就。在干嘛、啊？所以今天其实我觉得他们这种 complain 也只是就是好像很好朋友间的小 complain， 就真的你去找他，他们还是会抚慰你的心，只是边说边翻白眼而已。大毛线。对，而且我们这个在这边要为你们的教主之一，其中一个教主了，要赶快宣传他的演唱会了。刚刚听到什么歌呢？大家一起跳进来，一起跳啦！要宣传他的歌是不是？对。
一起起来。各位姐妹们，我们把这边当一个舞池。谢谢瑞瑞界的少女时代来到大学生的美。张惠妹演唱会要开始了，谢谢瑞瑞，谢谢。